小伙伴们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虚空龙族的孩子好像就是小龙人灵修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众所周知，小龙人灵修来到迷你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冲浪里海域的传承人，并且虚空龙族有三种形态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他的三种形态好像都是非常强大的，第三种形态叫虚空龙族，而他这个样子和小龙人灵修的样子非常相似，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第二种形态金龙的名字叫九霄金龙，好像也是来自于大海的，并且第三种形态红芒赤蛟好像就是龙的小时候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些其实都是和小龙人灵修有关系的。你们可以看到虚空龙族头上的犄角与小龙人的犄角好像是同一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并且我们从小龙人的简介中可以看到，他为了接受父亲对他的考验来到迷你世界中，所以虚空龙族来到迷你世界中其实就是为了检验儿子的考验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